同学把这支旗子，把这支旗子好授给这个我们的校长，来转这边来，好，麻烦一下交给主委，还有交给县长这边，县长一起来拿。好，那么同时我们交给我们的校长。是我们经由这一份仪式之后呢，希望啊借由这份仪式呢，也同时把我们在地这份心，那么希望带给啊由我们的实践大学，我们的宋江镇代表队呢，把这份心意带到全世界去展旗啊。我们列为啊我们国家12大捷径之一，那经过几年来努力啊，我想我们把过去传统宋江镇啊加上创业宋江镇，让很多年轻朋友，大专院校年轻朋友他们来参与，让他们的创意带进来啊，把他们这个过去的一些舞蹈啊，这个武术很多艺术的元素把它带进来，让我们这个传统宋江镇更加有创意。那同时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唯一，那我们更希望把它推向啊国际舞台。那今年我想我们这个梦想终于实现，我们感谢文建会的经费的补助哈啊，我们也谢谢实践大学长期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哈。我们实践大学是我们高雄县这个校址在高雄县内门乡我们非常对谢校长，我们非常感谢丁禄校长，他们长期来这个把学校跟地方来结合把我们宋江镇发扬光大哈。这个实践大学宋江镇已经连续3年拿到全国冠军哈。那我们希望谢校长，我们继续加油哈。那我们这个等于是台湾的国粹哈未来可以更加发扬光大哈。那我们就非常感谢今天行前记者会，让大家得了解。那我们是8月6号会在爱丁堡来开幕典礼，那9号有一个游行希望把台湾的这个文化，民族文化可以这个带向国际，让大家更了解台湾。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本校于1995年在高雄县内门乡成立高雄校区，因内门素有义正之乡的美名，2004年在本校谢孟雄董事长大力支持之下，招募学生团员成立宋江镇，将台湾在地传统技艺文化向下扎根，屡次参与国内外相关竞赛与表演，成果丰硕，已连续获得创意宋江镇大赛3连冠，并赢得最高荣誉王者之喜。